妇食欲阴晴不定，丈夫好为难。我要吃蚵仔煎，对不对？你买回来蚵仔煎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又想吃鱿鱼跟面，小孩悬在我身上，他不买，我就开始说小孩要吃，宝宝要吃，不是我替的，他饿了，你也太会演了吧？他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，你要吃，你要喝姜茶，我就去买了，买了煮回来之后呢，他喝不到两口不喝了，第二天一大锅完了又浪费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台。